哎，服务员，再来一瓶82年的老费。那不用了，不用了。有没有二锅头啊？我这胃啊，就是吃大排档吃惯了，还只有二锅头能下得去菜。不好意思啊，这二锅头还真没有。要不我点一瓶茅台，你先凑合着。改天有机会，我一定请你喝二锅头啊。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吃。咱们赶紧吃吧，然后吃完一会儿一块出去玩。好主意。哎呀，可惜太晚了，今天打不了高尔夫了。要不我们去打台球？哎呀，打什么台球啊？要不咱们去玩杀人游戏吧？哎，这那个好玩啊！好玩好玩。而且我知道一家桌游吧，离这挺近的。嗯。 什么是杀人游戏啊？是那种搏击类的游戏吗？对呀，就是搏击类的游戏。哎呦，还有你没玩过的游戏啊，嘿，那一定要去玩。这么危险啊？没关系，很简单的，一会儿我教你，你一定喜欢。哎，可是咱这些人也不够啊。哎，我可以把大炮叫上。 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杀手请闭眼，警察请睁眼，警察请指人。 警察，请闭眼。天亮了，大家请睁眼。喂，豆豆小姐，您被杀了。我。嗯。那好吧，遗言，贾典娜杀的我，没有原因，直觉。 第一轮，我还没看明白，我就先不发言了。我还觉得是你杀的呢。女人的直觉，请注意顺序，请发言。你们都是靠直觉，那我就得好好跟你们分析一下了。豆姐是平民，这是肯定的了。刚才法官要杀手杀人的时候，声音一直朝着我嫂子这个方向。 然后法官说豆豆姐被杀的时候，我嫂子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所以我才，杀手就是我嫂子。嗯，我觉得大炮说的有道理。黄小强，这不是玩游戏吗？干嘛呀？安静。好了，下面投票表决，同意贾典娜是凶手的。 请举手。不是玩吗？凶手已经伏法，本轮游戏结束。耶！哎，好。
好，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杀手请闭眼，警察请睁眼，警察请指人。警察请闭眼。好了，天亮了，大家请睁眼。魏豆豆小姐，你又被杀了。又是我。好吧，遗言，我觉得还是加莲娜杀的我。我不发言。我觉得吧，每次都是你被杀，你应该好好想想，可能是人品问题。哦，请注意顺序，请发言。我觉得吧，杀手可能是严先生。为什么呢？有什么好投的？明明黄耀强就是凶手。不是，你这么凶干什么呀？这不玩游戏吗？干嘛那么认真啊？啊，我是凶手，我是凶手，凶手啊！我自杀，行了吧？游戏结束了。这个游戏太无聊了，还可以自杀呢。新规则，我要记下来。强哥，你今天怎么了？你平时不这样啊？
不是我什么怎么了？我就觉得大家玩游戏开开心心的，对不对？干嘛弄得跟敌人一样啊？不是，你平时玩这个比我都认真，你要是不认真，咱就没意思了。我也觉得没意思呀。哼，他心思都不在这儿，能有意思吗？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是，黄小强凭什么不能杀豆豆啊？对不起，我忍不住了。我要向各位坦白，刚才加典娜她作弊了。朱振华，对不起，我朱振华平生最不耻的就是作弊。刚才加典娜睁开眼睛，让黄耀强杀了魏豆豆。这么点小事你都作弊？行了行了，我道歉。算了，你也不是第一次。哎，好了好了好了，不就是玩个游戏吗？至于吗？你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不是第一次了？我看还是你们三个人玩吧，反正我们也是多余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三个人怎么玩？不会啊，我看你们三个人眉来眼去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谁眉来眼去了呀？严姐，你是不是误会了？等等，你把话说清楚了，谁跟谁眉来眼去的？我最讨厌别人跟我的眉来眼去。那什么，我儿子那个今天上午一直在吐奶，他那个不太舒服，我老婆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要不就你们先玩，我就先回去了啊。拜拜。都是误会，误会。以前你不是我老婆，你跟谁在一起我管不着。既然你想做我老婆，请注意点分寸，不要出去丢我的脸。我跟黄小强只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你当我瞎子啊？看你们三个人眉来眼去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一年你没干什么好事。严姬，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还想问那个姓黄的什么意思呢？要二锅头，嘲笑我啊？幼不幼稚？你干嘛？下车。坐好。坐好。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一顿饭吃成这样了，你说话呀，今天是不是他们俩错了？我就是觉着豆豆这回又栽坑里了。就是啊，你说那个严谨除了俩臭钱还有什么？主要还是豆豆他傻，他一旦就碰上这严谨就立刻失去自我。要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人都有问题。你说豆豆啊，明知道人家有家还要跟人一起过。哎，够了啊。本来就是啊。哦，现在转正了，跑到我面前来炫耀啊。那当初想把咱俩给拆散的不还是他吗？豆豆他是我十年的好朋友，你不了解这其中的事儿，你不知道他心里的苦，你就别在这瞎说行吗？哎，你什么意思啊？他刚才那么得意，处处挤兑我，你没看见啊？你还向着他。不是向着他，我不用了。你既然那么担心他，那么心疼他，你回去安慰他好了。干什么呀你？去四川。好，去杭州。就听你的，去杭州啊。
杭州有西湖啊，空气好，适合咱们这年龄。不，还是去四川吧。四川有九寨沟，他们说九寨沟特别漂亮。如果我们这辈子不去的话，一定会特别遗憾。别，去杭州。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啊？去四川吧。说好了去杭州嘛，就去杭州。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呢？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爸妈，你们又吵什么呀？吵架了吗？没有啊。我们这个算吵架吗？哈哈。哈哈。好，那就这样，咱们先去杭州，再去四川啊。反正我的年假长着呢。行，我听你的。好好好。你觉不觉得现在咱们家的气氛和谐多了啊？凡事要忍让三分，嗯，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对，小强，我跟你爸就要去旅游了，你一个人在家，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是啊，哎呀，自从我跟你妈约法三章之后，我觉得啊，吵架这个事儿吧，全都是冲动惹的祸呀。啊，你只要在吵架之前停下来。想一想，没有什么可吵的了吗？对吧？再说了，要给对方台阶下啊，不能像我过去似的死要面子，是吧？其实，吵架这个事儿，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先认错，对不对？你说这个道理以前我也明白啊，给别人调解的时候，我经常说，怎么就没用到自己身上呢？行了，爸，你就别上课了，行不行？最近你早出晚归的，是不是恋爱了？没有。哟，你别害怕啊，那个，我觉着我们以前做的也不对，是我心太急了，我非得让你把女孩赶紧带回来给我看。我现在呢，我渐渐明白了，感情这事儿啊，水到渠成。哪天你觉着可以带回来，你自然而然会带回来的，是吗？对。你现在说没有，我相信就没有。等你哪天有了，你把他带回来啊，我们等着。行，我早知道你们这么唠叨，我还不如不出来呢。你们这突然从大闹天宫变成天仙配，我还真接受不了。我这样，我回屋再适应适应，你们接着腻歪啊。其实我也不太适应。是吗？什么适应不适应？哎，这好像柬埔寨了。哎，柬埔寨。吴哥窟，哎，吴哥窟听说过吗 ？Morning， 早。哎，怎么样？昨天约会怎么样？别提了。怎么了？吵架了？黄阳强这个家伙，嘴上哄着我开心，心里向着别人。向着别人？这太过分了！我就教训他。你准备怎么教训他？我跟他讲道理，南方大丈夫怎么能这样呢？啊，要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不能脚踩两只船嘛。我就知道你除了讲道理啊，还是讲道理。那不讲道理，难道你要我去？行了，算了吧啊。谁啊？佳姐呢？我去。曹操没到啊。佳典娜，你走，我不想跟你吵架。妈妈，你听我说，你把门打开，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我就走。说吧。娜娜，我错了。娜娜，我们俩以前分开，是因为你的种种设计我忍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反省了，我觉得我特别幼稚，特别无聊。你之所以设计，是因为你爱我，就像我现在追你一样，我也用了很多手段，但是打动你的不是这些手段，是因为你心里在乎我。也正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乎对方，所以我才愿意把我的心里话都告诉你，我不愿意骗你，所以我昨天才给你表达了我对豆豆的看法。但是我向你保证，从今往后，不管是吵架拌嘴，或者是你错我对，我永远都第一个向你认错。你能不能原谅我？还有，我给你带两个东西，这样东西绝对不是用钱可以买卖的。你看，
在你那儿。我爸我妈出去旅游了，等他们回来，我就带你去见他们。我们把离婚证撕掉，换成复婚证，你看行不行？送我，我送你的，没完没了了。那你再抱抱我。嘿，好了吧？嗯，还有一个要求。说。那，就是这幅画。你这什么同学啊，这样结婚都不提前说一声的吗？他说了我忘了，那个没两天就回来了，都说了让你别送。不行，我舍不得你吗？我都想让你不去呢。很快就回来了啊，那个我去趟厕所，你帮我看一下行吗？啊，好。拆带个画干嘛？这是我吗？这是什么？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好漂亮，我喜欢，我喜欢。你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啊？啊，我真的觉得好浪漫呢、啊，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最想要的就是别人给我画一张画像，真的，我好喜欢，谢谢你。还是放起来吧。干嘛？我
现在就要拿走吗？我现在就要拿走吗？行。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进去了。哦，走吧。嗯？哟，哎，最近怎么没看见黄耀强呢？哦，他去云南参加大学同学婚礼了。嗯，云南好地方。老钟，嗯，噔噔噔噔，哟，哎，是不是在公园那画肖像的给你画的呀？呸，比那人画的好多了吧？这是我们家小强画的，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就画了，不过他呢，他说画的不太好，所以就没摆出来。嗯，那天我去机场送他的时候啊，被我给找出来了，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老朱，你一定要好好学学，用这招追女孩子啊，特别管用。真浪漫，不过我老朱是学不会喽。我从小就没有艺术细胞，我倒是可以欣赏一下，可以吗？可以是可以，你要小心一点哦。好看吗？鼻子要是再高一点，眼睛要是再弯一点，就更像了。我不笑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你看。痣呢？什么痣啊？这明明有颗痣嘛。啊？没有了呢？什么痣啊？这明明有颗痣的。是你弄脏了吧？不是我。怎么擦不掉啊？跟我没关系啊，慢慢擦。真的是个痣吗？我这好像没有痣啊。我去看看。明明有颗痣的。谁呀？
以见面聊聊吗？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叫淼淼，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云南支教时认识的。我们俩相隔不到十天到了同一所学校，那个地方位置很偏远，交通也不发达，卫生状况也不好，经常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有时候吃着饭碗里还会掉下一只苍蝇。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淼淼比我更乐观，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依然每天过得很开心很快乐。久而久之，我们俩就彼此产生好感。他们家家境不是很好，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躲债离开了他们，他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后来还改嫁，继父对他们也不好，所以我很想保护他，很想照顾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论怎样都不肯答应做我的女朋友。直到我离开山区的那天晚上，我在他们宿舍底下站了整整一夜，他甚至连下楼见我一面都没有。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我当时一度还想退学，去重考他考的那所大学。但就在我提交退学申请的前一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他妈妈寄来的，说淼淼其实在去山区支教之前其实已经查出了患癌症晚期。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后来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那段时间我极度的懊恼，极度的消沉，我立誓我今后再找女朋友我绝对不找淼淼这个样子的，我甚至于我任何一个女朋友我都竭力的避开和她有一丁点相似的地方。但直到那天我在山顶遇到了你，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所以你那么快会娶我是因为他？我有很多习惯，但其实这些都不是我的，是淼淼留下来的。我遇到你我都不敢相信你也喜欢吃甘蔗，你喜欢和他一样的颜色，你喜欢听他喜欢听的音乐。我当时真的觉得你就是淼淼从天上派给我的。真没想到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吗？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你，去得到你的心，我居然一直是在模仿别人，我在你心里是别人的替身啊。我这次去云南其实不是参加同学的婚礼，我是去给他立碑，
他们老家有个习俗，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不允许立碑的。但是我觉得我有义务，我也应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也想对我的过去做一个了断。当我站在他墓碑前的时候，我依然很恍惚。小强，我不在意他是谁，我不在意你有过去，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到底是爱我还是爱着淼淼？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知道实话确实很伤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把你当成了他的影子。喂，你好。喂，你好，是黄耀强先生吗？是。你好，我是智慧保险公司的。对不起，我不买保险。哎，先生等一下，我只耽误您三分钟时间，我们做一份调查问卷，然后我们公司会寄送给您一份七天的交通意外保险。先生，麻烦您了，请您多多帮忙。那你说吧。好的，谢谢。那您平时会选择哪种交通方式出行呢？地铁或大车。啊，好的。那您平时都是在哪家银行做相关理财方面的事情呢？工商。最后一个问题，您会主动给自己买保险产品吗？不会。好的，三个问题已经问完了，我们会在三日内给您寄送一份七天的交通意外保险，请您注意短信查收。再见。谢谢。哎，
哦哦哦，好，对对对，给。不是二十吗？哦，二十。对，二十。嗯，好的，谢谢。不客气。嗯，再见。再见。哎呀，看来我又出了个馊主意。宝珠，谢谢你，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已经很满足了。